下一集的《活死不二》，何白白的失踪使大家坐立不安。你不是叫我们小心不到这个人吗？白白是不是被他抓走了？他们会成功找到他吗？我帮你挖。阿黛一次又一次的见义勇为，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？《活死不二》星期五早上11:30，八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《活死不二》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以下机构温馨带给您。